来关心陈忠诚这件事情啊，就是说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？他死伤这么严重。我这次南下高雄呢，原来是来拜访王院长，那他特别安排了一个参会，刚好昨天发生了这么一个非常惨烈的事情啊，我想我们应该来关怀一下，看看能帮点什么样的忙。那么这个事情的发生呢，当然是让我们心情非常的沉重，我们希望呢相关的机关包括市政府还有检调机关呢赶快查明真相，如果有失职，该追究的就要追究，给全民一个交代。之前就是陈其迈市长啊，他好像之前有讲过说，台中那起夜店的大火造成9人死亡，应该要下台负责。那如今就是现在，像罗志强要下台，对，现在呢？我想这个应该由高雄市民啊来做这个决定。那刚刚是不是有一个作为林小姐来一个那？总统来澄清这个部分，报长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让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不好意思。